起，给我看一下，举起来。你的是什么，萌萌？哆啦 A 梦啊。甜甜的，你是什么？猪猪琴。哇塞，你看，挺漂亮的，是不是？你们自己画的，是不是？今天是正月初十，我的外甥女儿过生日，给她拿蛋糕了。萌萌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生日快乐！我去给你拿买蛋糕，好不好？不要乱跑啊！不要乱跑，往前面，前面有蛋糕店。对。萌萌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小猴子生日快乐！什么？小猴子？先插蜡烛吧。